之外。当唱到这个部分的时候，中音区的时候，15米以外。当我们唱到 F， 就算开从这儿开始，要唱到30米以外。30米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国家剧院的31排的最后一位观众，一般都是一个座位是1米一个座位，对不对？一般都是31排，要唱到30米以外。再加上我们舞台中间有一个乐池，对不对？还有4、5米，一定要唱到30米以外，最后一排的观众才能听到我们在唱什么。要往远处唱，声音的高低关系。再给大家说一遍，不是从 B1 唱到12楼，唱到101大楼，而是从5米、15米、30米、50米，越高的时候越往远处唱。听得懂吗？别往高处唱。不能往高处唱，要往远处唱。听到没有？唱高音的时候，高低音的关系是远近的关系，不是上下的关系和高低的关系，这个非常非常外人外人的重要，非常重要。这是个概念，想象唱歌四个状态，想象模仿，要模仿，看见没有？我为什么这么唱？我有高音，我有低音，想象模仿，知道吧？要想象，要模仿，要特别打开你的思绪，是不是？要看打开你的思绪，看我怎么唱，要模仿它，要想象它，记着啊！我再来一次，升 F， 因为待会儿我们唱歌要到升 F， 练声我们一定要练到升 F， 是4.5，4和5之间叫升 F， 升发，发就是四就是 F， 我们刚才上次说了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是 C D E F G I B。发就是 F 上面4和5之间叫升 F 啊。好，我们现在黑键懂钢琴，看到吗？升 F。